孔多塞的手稿，孔多塞侯爵是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，也是实力雄厚的吉隆特派以及国民会议的一员。当吉隆特派失势之后，他就因被指控叛国罪的罪名而躲起来。1794年，他企图逃离巴黎时被捕，2天后就被发现他在牢房中离奇死亡。他很可能是被那些想找到其最后手稿的人所害。接下来会讲到孔多塞侯爵的手稿《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》，在他去世之后1795年发表，是启蒙哲学相当重要的作品。书中扼要的主张人是透过知识而不断朝完美来发展，我们可以用知识互相学习，变得更好，变得更完美的人。此一错误的观点在今日已被普遍证实为有误。圣殿骑士很显然不赞成启蒙思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奴役大众时感到内疚。事实上，他们有可能就是杀死孔多塞的凶手。怪，我觉得看起来怪怪的，知识应该没有错吧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